欢迎收看《鬼屋脱逃中》，感谢什么？我要感谢康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给我这个机会。哎，不要讲。然后我在这几次的表现，是网友，连我自己也感觉到，跟你越来越有火花。哇！户外不要打。好的，那个首先欢迎特别来宾。今天重量级谐星白云对上搞笑外国人夏克里，这两组到底谁会夺冠呢？鬼屋脱逃中规则说明，两人一组进行指定脱逃任务，完成任务的同时会计算尖叫次数，尖叫次数越低的组别即可获得10000元奖金。先给各位讲一个故事。好。以前有个女生叫阿菊，阿菊呢她在那个气弹厂工作，然后现在里面有个同事男的，他很喜欢他，很喜欢他。可是呢，那男的从来不正眼看他一眼。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以后，有一天，那男的回家，回家以后，那时候还有那个电话号码嘛，然后就怎么有四通留言？他就按第一通，我是阿菊，你不知道我很喜欢你吗？你为什么都不正眼看我一眼？他说怎么讲？然后再看第二则，他说我一定要让你注意到我。他就很奇怪。那第三通，你再不注意到我，不正眼看我，我就自杀给你看。哦，他就这个越来越恐怖。对。第四通完了。第一，他说我，你打我干嘛？干嘛要打我的感觉？注意，第四通来了，他说我一定会让你注意到我。就在今天，5、4、3、2、1，然后呢，就从他的窗外传来一个可以唰就掉下去，他吓一跳，他赶快开门一看，阿菊倒破在血泊之中，哇！然后呢，那个两个眼睛还一直看着他，哎呀，各位，阿菊，不管感情怎么，真的起鸡皮疙瘩。鞭炮吓得大家鸡飞狗跳，究竟两队今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先来看看白云有什么作战计划。待会的作战卷，你觉得要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反应就是迟钝就好。迟钝啊，不行，这样就不会被吓到了。不是迟钝，那干脆躺在那边了，不要呼吸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待会呢，有任何的状况的话呢，比如说，真的是比较靠劳力或怎么样的要去翻箱倒柜的大型的我来处理，好，比较小样的，比如比较轻盈的东西，你来处理。我动作比较快，对，你动作，因为你灵活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来不及吓你，反而我们来吓他，但是不可能，是不是这样讲？但是我们俩彼此之间就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不是这样加，我们两个是partner转，加油。我们走。哎，两位注意了，请两位先出发到军界室进行第一关任务。到军界室门口，请跟我回报，我再告诉你任务内容。预备，好。军界室那边，只有他听得懂军叫。哎呦，军界室，这间是军界室，走啊！哎。哎，小 case， 要回报。报告已经到军界室门口了。好的，任务一，请在2分钟之内找到指定的装备穿在男艺人身上，穿好之后再到镜子前面接受检查。今天的着装口令就是：戴僵尸帽，身穿青光袍。脚踏黑布靴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走，戴僵尸帽，然后穿青光袍。对，进去找。
这里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帽子帽子帽子，哪一种帽子？帽子哎，不是，这是清朝哎清官的帽子啊。啊，清朝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清朝的帽子，清朝的帽子，清朝的帽子怎么会？对，你后面要找一下。我看到看到看到。走走走，衣服衣服衣服是衣服是这个清朝的。接下来找清朝的衣服跟鞋子。清朝的衣服跟鞋子。鞋子，鞋子来，来来来来，你进进进去，对对。啊，我进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难道我看到了吗？没有，我一定在你后面，我看到你了。嘿，后面我看到你了。嘿，后面我看到你了。嘿，好恶心耶。衣服衣服，哎，这里。好，来来来。白宇，你都在糊弄人家去，你都不用去。对吗？都是我。报告康哥，因为那个哈房间里面太小了，我进去会卡住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是，哎，不方便方便方便。这里这面这面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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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来来来，他好喘。有没有那么喘呢？报告，我们现在要找鞋子的。后面的架子上面找一找。这里吗？正后方向上面的架子。哦，有，这里。哪一首？这个。啊。这个，对对对。这个吗？对对，没错。这个对对，这个这个。哎，报告，鞋子也找到了。转角有个镜子，请帮我在那边，我要检查。预备，开始。这里这里这里。哎呦，对对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。镜子前面的帮我要检查了，对。啊！林老师，我今天穿。恭喜你们任务达成，请进行第二项任务。好，走走走走走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。来，第二个任务，请往铁桶七弹厂前进。到达之后，请回报。预备，请开始。啊，看看就很可怕哎。好的，注意，请沿路打开蓝色桶子上的纸箱，找出防毒面具。预备，开始。蓝色桶子，哎，都在这。哇，全部都是。哎，是那个吗？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心哦，小心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有啊。空的。空的。他想说没什么，明明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还在骂。注意你的言辞。抱歉，这真的打从心里出来的。说，哎，还有纸箱，还有纸箱吗？前面这边那边那边。这该不会？应该没有人了。来，第三个桶子啊！哦，来来，过来过来快，快快快快！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他是这个应该是他是 model， 他是 model。哎呀，他是 model。哎呀，就是我这个朋友。哎呦，哎，连我也吓到了吧？应该就是这个吧。你不要吓我！好，应该就是这一个了。好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
先生，小心会卡杆哦。好牺牲哦！恭喜你们过关，请进行第三个任务，请戴着面具，面具要戴着，前往毒气迷宫，预备 ，Go！ 哎呀，这个怎么那么紧啊？戴着我是叫你戴啦，是叫你戴着去毒气室啊！你戴着跟戴着的音不是一样吗？好好，知道，戴着，好，走。走，往前走。应该没有白银的赛事。我怎么会勉强你呢？你带应该很累。不好带，真的是不好带。白云出这个真的太难为他了。不，他瘦了10公斤。对啊，白云哥整个脸都还这样。你胆子好大哈。对啊，我可不可以抓着你？可以。把你的手给我放开。都在。没有想到这样你也看到了。你们的任务内容就是把防毒面具拿到迷宫中心，给一个士兵戴上，然后再走出迷宫就可以完成任务。这个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可不可以换下一个？下一个直接是电台长，我还是先走这个。陈子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两个太小了。你这样很不累吗？谢谢。谢谢。面具还有戴着哦。有戴着呢。生物广告后告诉你，少林下成类人儿，连鬼也同情。你说不能尖叫，没有说不能哭。不要问题，加油！我想你哭得太厉害，我给你安慰。加油！你这个胖子，加个脸，我的妈！谢谢。真的，我漏了2滴。士兵。士兵嘛。对。是不是那个？哦，有那个有士兵。是不是那个？对，那个士兵。有这么简单就可以过去吗？什么声音啊？气了。快点，毒气已经喷出来了，快点！好，快点！带上对不对？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扛个带。扛个带。赶快出去啊！找地方出去啊！哎，顺着走吧。顺着走。他脸花的，太好笑了，猪害怕的脸。干什么？
很调皮耶。加油！他其实看着蛮可爱的。我真的憋着。让大家好说话。都是你呀、啊。哎，有一天刚才不小心又漏了。好了，来恭喜你们过关。过关了。哎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来，最后一关，请你们现在前往野地战场。走。往后走。哦，往后走，往后啊，往后。战场误入也对啊，哈，这搞战场的我们。去死！应该没有了吧？好，好了 ，OK， 来，走了，走了。好的，这边的任务呢非常简单哈，里面有。标示一号、二号、三号的椅子，每一个做三秒钟，相当简单就可以过关了。你被上一次吓到。哦呦，椅子。找到了第一把椅子了。白云，你去坐坐看，看是不是？来，一二三，去。被你撞烂了！来，第二个椅子由女生坐，请找第二张椅子。哦，有，这里有一张椅子。有，这有一张椅子哦。报告，第二张椅子到了。来，女生请坐上去，三秒钟，预备开始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检查一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来三秒钟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，三秒，好痒！掉进去裤子了吗？他眼睛大，叫大声，假的啦，好大声哦！他真的，我后面还有吗？跑进去里，有没有跑进去里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个时候不要再开玩笑了，这里还有。很屌。裤子这边有吗？嗯，没有。这是真的还是哦？这是假的，对，没有，没事。报告，看看第二把椅子搞定。恭喜，麻烦请前往第三号椅子，由男生进行这个任务，请开始。是的，走。哎，那边有椅子。切，等一下。太简单了吧？我帮你检查那个椅子。不行，这样就没有过关。要是我来，我是男生，好不好？好。椅子，就这样而已。有没有笑得这样？这个洞还特别大哎！有量过。你看看你的同伴，他笑成那个样子。你白天的感觉，你太过分了，危险危险！你笑成这样子，你这么开心啊？哇！演唱会，恭喜过关！谢谢谢谢。白云在第一关只尖叫了十次，第二关尖叫了11次，在第三关也只尖叫了5次。
第四关尖叫了十次，总共尖叫了36次。接下来夏克立和少廷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我非常害怕。应该的。我很紧张。为什么？我很容易被吓到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我是那种，就算我一个恐怖片我看了5遍，我明明知道这一秒什么东西要冲出来吓我啊，还是我还是会被吓到。真的，我不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不可能吧？因为我不会怕，我不会怕，因为我看到很恐怖的东西，或是有恐怖的东西可能在附近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放在前面，因为他们。夏克立 ！Ladies first， 你知道吗？这是一种那个 gentleman 会做的事情啊 ，Ladies first， 对不对？我今天其实一直想说把夏克立放在前面，因为他会很激动，然后他就会把那个东西吓跑，然后我就没事。不会了。所以其实你是你打这种算盘吗？啊，什么算盘？你不要一直找我，我很紧张。你等下走前面，他等下走前面。第一次，啊！不要讲。第一次我没有话讲，因为他已经全部都讲完。我害怕。我你看这样，哎呦！来，第一项任务，请进入女厕所，每间打开检查，找到防毒面具，就可以完成你们的这一项任务。预备，请开始。是我怕厕所，怕脏哦。我怕厕所有怪东西。好，没关系了。我好怕，怎么办？我有准备卫生纸。卫生纸要干嘛的？就是怕人家哭啊。我不会哭。我说我，你还说你啊？我不会哭。好啊。走啊，进去厕所。你先走啦！这样算尖叫吗？这样不算尖叫吧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好，我先走啊。你先。可是如果有蟑螂，我把你丢到前面。不会有蟑螂。啊！啊！厕所不大啦。我回家。哎，女生的厕所好像有坏掉的厕所。这个马桶有问题的。没有，你知道，他就是写辣妹，辣妹哦，辣妹。低于 B 罩杯是不能进去的，我没有办法。哭什么？我现在哭了，对不起 ，A 罩杯我不能进去。我怕这个游戏。那是专门给 A 罩杯的女厕所。我不能进去，我是男生哦。你也是 A 罩杯进去。卫生纸，有卫生纸。不要一哭了，哦。为什么这都没有？我这个人已经在哭，要不要一个这个好？只说不能尖叫，没有说不能哭。龟很，我也生气哦，我都给你。龟要那个，我怎么给他？哭呀！少廷，你家里是有什么事情，你要哭成这样？我觉得很可怕。下一个你也对不起，等一下。你没怎么样。一间一间打开吗？你不要，你。哇，他是说哦，有往里面，有往里面很好，对不对？打开你们，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啊！没有。你们没找就在那边叽里呱啦乱叫，你们要找防毒面罩，快点！第二件，没有。哇！哎呀！没关系，还有这样，他要从这里出来的，好，我知道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第二间里面有人在上厕所，你们不要激动。在里面。你没关系，哥来一点，你在里面等。不要，打架。我就跟你讲，第二间有人在上厕所，你非要打开它。第三间了。你帮他看一下有没有防毒面具，快点。不是，是他头上那个吗？你们很过分。他头上了吗？对，你去拿。我有开门拿，你去拿。我是女生。好，我知道。对，开门的不用拿。瘦很多，你很重要，小拜托你。他已经歇斯底里了，他的比你严重大概10000倍。他不会动吧？你快点去拿，用力，一二。
啊！哇！那有点 over。哦哦哦！哎呦，我这样。没有眼泪的俊娜。我没有啊，没有。俊娜。真的到我们家了，快点！不要动了啦。等一下。没关系，已经没有头了。就是没有头才可怕。我有蟑螂，我刚吓到一下，就是哎呀，怎么这样子？你是我队友啊！我以为是。等一下。那不是我，是隔壁吗？是隔壁吗？哦，对，隔壁有人，我忘记。我看他们这个大概，这个节目可能要录差不多四个钟头，应该100声。对不起，所以你可以帮我拿吗？啊！啊！好了，我没有那么多卫生纸。等一下了，怎么开？扯下来就好了，扯下来。哎耶耶 ，very good， 耶耶耶。好，恭喜你们第一关过关了。好的，现在注意听，请拿着防毒面具到迷宫中心，就是毒气室，把受困的士兵帮他戴上防毒面具。现在立刻前往，预备 ，go。在厕所里的到底是谁呢？精彩内容千万别转台哟！这次来真的，鬼真的消失了。这声音蛮可怕的，他不见了。对，他不见了。他不见，他等下会再出来吗？他每次都鬼东西出来之后，他就往前走。少廷，你肩膀上那只手是谁的？你没有。大哥，你又不见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帮他戴上防毒面具，现在立刻前往，预备 ，Go！厕所嘛，你们怎么这样？你们真的过分，又蟑螂。小妹，给我一点卫生纸。在哪里？是不要卫生纸，加油！我想你哭得太厉害，我给你拿卫生纸。加油加油！你怎么跑掉？好可怕、啊！他心脏病。下课了，我们分开。真鬼东西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可怕。你看我们这边人多好，一直不断给你卫生纸，好有人情味。鬼受伤了，鬼跌倒，小心跌倒。鬼，你又跌倒，你还好吗你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门看一下很恐怖。不可以拿那个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哦，过分。看到我在干嘛？他真的很过分，真的很过分。我先进去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进啊？等一下。OK， 没事。开玩笑，没有了。啊啊啊啊啊快点快点，我们不是同一队吗？对，我们是同一队的。然后呢？没事，没有。那你自己装墙壁好不好？快点啊！好难笑哦，白痴的这两个。你要切面啊，因为。因为我们是做节目的，节目效果比较好看。全天下宅男都会恨你。
来的自信。还好还好。你不是应该在那边吗？你不要一直这样子做了，给我回去了。你拿跟鬼拿面纸。谢谢。没关系啦，假哪里？这都假的吧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没有真的、哦。好好，谢谢鬼。好来。你们过分。啊好可怕。OK， 就是我，就是。比较好看，就是我不是怕，我在想节目效果好不好？你明明就哪没有录？有啊，你不要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哪有鬼声音的？鬼声音！那个声音蛮可怕的。他不见了。对。他不见了，没关系，现在走。他不见，他等下会再出来吗？他每次都怪东西出来之后，他就往前冲。告状了。Yes, yes， 找一下士兵在哪里。那个。那一边。你们要快哦，因为毒气马上就会释放，赶快。怎么了？快把面具戴上去！我看到他了。应该会抓塞。不要怕，快点，毒气要释放，快点，快点，戴上去，可以了吧？戴了，拉头太大了。Red 五枪供了。然后呢？吓死我的麦克风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现在请找路出去。你说什么？出去找路出去。没事，我出去。为什么要出去？出去。好的，我先去续航。哪边？没有东西。没有吗？没有。要不要用？我跟你好了，你这样安全感。我拿不动。对，这里面有路啊。走啦。好。这个鬼很可怜，一直撞到自己。鬼看不到路。夏克力，你好有爱心哦！没关系啦，那个龟很 nice。你不要动哦！还只给你面试。你不要动哦！你不要动哦！不要这样啊！好可怕！来，恭喜你们这一关过关，请到第三个任务点，请到烤肉区，那边有少廷最拿手的，赶快去。最拿手的，什么东西是最拿手的？不是，你很会照相，你是宅男女神。我是宅男女神啊！你看这撞的时候，他走特别快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就
就是这里没有地方躲起来，鬼不会从这里跑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我找那些我觉得鬼会跑出来的地方，我被让你先走。来，好气！我突然觉得白云哥好像很可靠。哎，请问男子，想到我的好了吗？这是烤肉。到了，左转，左转。可是没有人。这是烤肉区吗？不是应该很欢乐，很多人。有啊，就是你们两个在欢乐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人正在烤肉。哦，这个很恐怖。烤肉区要干嘛？哦，要烤人肉。来，问得很好，烤肉区要干嘛？入口的桌上有三张任务的照片，还有一个拍立得，请逐一拍出相同位置与姿势的照片，就可以完成任务。看得到吗？来，第一张，由男生拍女生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哎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不要这样。嗯，快点，来，先拍照，来欢乐取火拍照，耶！真的好恐怖。可是我跟你说，那个鬼最好不要吓我，因为我拿那个很贵的那个照相机，吓我就会坏掉。OK， 好。来钻木取火，耶、yes。OK。一、二、三。哪有那么多假蟑螂啊？你妈的！买很多蟑螂。其实那一包不贵，少廷我可以送你两包。来，请进行第二张。等一下，在十秒钟会有更多的蟑螂掉下来。OK， 快点快点。我们要做什么？男生去跟女野人勾肩搭背拍一张。好可怕！哎，那边有人。那是假人吗？还是不会动的吗？是假，我觉得那个假的人比较可怕。然后呢？這個、你要跟他勾肩搭背。我要，我要做什么？勾肩搭背。这样吗？对。来哦，一二三。不行不行。哎呀，大鬼子，你要吓他！哦、不好意思，这是野人的朋友小星星，不好意思。把他的灯笼坏掉了。哎，谢谢。我的灯笼呢？哎呀，坏了。好的。好 ，good girl， OK。完蛋，没灯笼。你走开啦！遇到 Halloween party。来，第三个，在万圣节活动对板前面比耶和拍来。他自己会拍，说明两个人。麻烦你按一下吧。按一下。是要赶快跑过去吗？对，赶快快快快快过去，来比耶哦，要贴着哦，在后面一点哦。好，预备，等一下哈，预备。一二三，三。恭喜你们完成任务，现在请进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野地战场，耶！哇，这么多戏来，有拍到。结果搞半天，下课也比较怕我。对啊，他很可怕。莫名其妙。到达战地，野地战场到达了没有？嗯，到了。到了。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怎么过来了啦？吓死我！好烦啊！好烦啊 ！OK， 好，你先进去。我问问。夏克力。哦，我帮你啊！下次看脏脏的，你进去。好气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很重。不重。
进来了。好。到底你肩膀上那只手是谁的？你没有。康哥。突然又疯了。你有钱。陈老板，你输了。张大信。少腾身上的手真的出现了吗？精彩内容千万别转台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不会中，我进来了。好。少廷，肩膀上那只手是谁的？你没有，康哥，突然又疯了，你又去，陈老板，你输了，江大信，好，幼稚，好气哦，快点，哎呦，这地方看起来很恐怖啊。好的，任务，找到标示一、二、三号的椅子，每一张坐上去三秒钟。你们先找到一张椅子，摆在黄色的垫子中间，请下课力去坐三秒钟，预备去。那个吗？黄色的垫子，你们怎么想得到这种东西啊？我从惊吓过去到现在开始有点生气了。夏克力坐上去三秒钟，预备，请开始。要有三秒吗？我没有三秒，怎么样？我怎么给我三秒就会掉了？太好了，来，请找第二个椅子，由女生去坐，麻烦二号白色椅子，女生去坐，请开始。对对对。有意思，那个吗？那是吗？那个吗？白色的。对，那边有一只。好，上去坐吗？他又要疯掉一次。啊，这高潮来了。高潮，可是我们这次应该是换那个真正的蟑螂。不觉得很诡异吗？我在想，有来，请坐。发生什么事？我被蚊子咬。记得要坐三秒钟哦。三秒钟。三秒。好，快快坐。预备，开始计时。一、二、三。蟑螂太多了。喜从天降。三秒了啦。少廷，你好开心哦。这里有一个。夏克力好坏，不要浪费。OK， 好。第三个呢？不要砸烂。来，第三个由男生去做，来，请去开始。在哪里？我觉得女生做效果比较好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趁权决定。我要夏克力你做，快点！你帮我拿这个，我靠过去做好了。好啊，你看得到吗？你快点！好的，快点 ！OK， 好，快点！好了，好了，快点！好了，好了，快点！好了，好了，没气了。巧克力，你在哪里？巧克力，哎，我在洞里面。肝不能动哦。啊！你记得来吗？突然人不见了。夏克力 ，Are you OK？ 好恐怖！我以为你会吓他啦。这种东西。好好好。这种东西你还叫我做？哎呀！夏克力。没有啊，后来我做了。快点！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上不去。不用做了。好，不用做了。这样过了吗？他们说我不用做了，说恭喜过关，耶！请来跟我们会合，谢谢。好不好玩？臭脸，臭脸，好惨哦。
你今天应该是睡得很好。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会看那个鬼，然后那个鞋飘出来，然后那边来。我为什么跟他一对？好气啊！最幼稚又最幼稚，当然要你想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后来张哥有说殴打主持人好不好？其实没有，他想的是活的蟑螂。对，后来制作单位说，成本太高，成本太高不好抓，你知道吗？人工去抓蟑螂。来问你觉得哪一关最恐？厕所。厕所是毛孔。厕所哪有？厕所很可怕。我觉得那个是，讲着讲着又滴出来。厕所是用暗的，是。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玩了，还是你要一个人再上去？厕所很恐怖，而且厕所一间一间的感觉，它就是会。哦，每一间都会有，而且小时候鬼故事最多的是厕所。最重要的，今天的10000块到底是谁可以获得呢？我觉得我一直哭，可是我没有一直叫吧。OK， 那我先告诉你们他们那一组。为什么？你们那一组？他们那一组其实成绩也很烂，36次。对啊，交的36次。对，那你等一下，不然算了我脚，为了吓他的那些。对对，那没算。你们这组很棒。怎么样？你们应该会拿到10000块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们看着人家拿10000块，你们总共是54次。吓死你！你有什么怪他的？来，恭喜！谢，收起来，谢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鬼屋脱逃中再度成功，耶！今天我们来到这座漆弹主题乐园，设备环境可说是漆弹场界的5星级享受。欢迎公司行号家庭聚会来这里放松身体，鬼屋脱逃，我们下次见。